顶姐妹，心灵珍宝这段时间是会讲到父子圣灵因我们喜乐满足这个讯息。今日的主题是我们是为父子圣灵最大爱的喜乐满足而被造。神为他的爱梦创造和重生我们，必定将我们做得最好，重生得最荣耀。我们是阿爸的亲孩子，是父赐给主的人。阿爸因我们喜乐、跳舞、庆祝和欢呼。我们是主至爱的佳偶，全然美丽。雅歌中形容我们美丽好像德撒，秀美好像耶路撒冷那样。而主为了得上我们，甚至忍受十字架，因为我们是祂前面的喜乐。我们又是圣灵独生的珍宝，祂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加温柔。其实地上一切的亲情关系都是表明和彰显着神对我们这份无限的爱和因我们的喜乐。这太宝贵，就我们是最深出于即阿爸主的圣灵最美丽的爱的梦想，他们的心意真的太过美丽就完美。我们被造呢，竟然是阿爸所生的，你错了前我宇宙最深的亲情，太稀奇，神真是独行其事的。到今天我觉得太宝贵，我是阿爸的亲孩子，竟然他将我配了给他独生爱子，做爱子的绝配和永配，太稀奇了。我竟然是因为永恒主和无限者他的絕配和永配，太宝贵。我们按着那位最美丽的他的形象而被造，生我们的是最美丽的，主他自己说我们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甚至跌去他的心，眼目看得惊乱的。我有一次唱一首歌给大家听，我是阿爸神级的杰作，阿爸，我是你神级的杰作，出自你心最美丽的梦想，你更将我赐你独生爱子，我确是你神级最美杰作，是你赐主最美无比的爱礼，是你和主的挚爱狂喜和满足。这位神呢，他都创造了一个很奇妙的单位，就是家庭。即人间和个体生下来有个亲情，动物中都是这个是美丽和可爱。当然欢喜见到一些小动物那些的爸爸妈妈这样。连动物的亲情都是很美丽可爱。咁人间那些我觉得是神一个很大礼物来的。想起自己的妈妈呢，都是觉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到。我相信你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更加宝贵呢，创造一切的那位呢，在宝座上那位呢，是我们的亲阿爸。阿爸在宝座上呢，我们不同那些天使啊，只见到他的威荣啊，我就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亲阿爸。以赛疏讲到呢，他说他看见主他坐在高高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主是太过荣耀啊。同时但是他衣裳垂下遮盖圣殿，他用衣襟遮盖我。天使见到即是阿爸就主的威荣，但是我们深知道呢，在宝座上的阿爸是我的亲阿爸。我欢喜呢举目呢望天啊，一个心眼呢看见宝座上的阿爸，咁向我祷告，喺荣耀中的主啦，向伟大同埋威荣啦，但我深深知道佢就系我嘅真爱嘅，即系太幸福。咁阿爸同主咧都为咗佢自己，亦都为咗我哋啦，
做我做得最好嘅，就使我有个太荣耀嘅潜质咧，能够得重生，即系比较被造更加荣美啊！所以我哋得九日咧，已经系比亚当没有犯咗亚当更加荣耀啊！嗰新造嘅人，呢、这个都系喺呢个新约里面咧第一个福分啦，就我得重生。阿爸主成住我心中，有生命最深的结连啦。我喺帮神关系深过阿当添，系阿爸亲孩子，已经帮主去联合咗。今日唔单止系得翻乐园噶，系超过乐园。啊，唔系净系无罪阿当，我帮神有个更深关系。你见到好多美丽嘅嘢，但你系所有都。总和都唔及得你美丽噶，不过咧，我哋眼咧就唔好盲咗咁样。你不自觉，你就已经系好美丽噶，可爱嘅。即系帮大家睇过呢个雅歌书啦。我美丽如得实，秀美如有实啊。咁得实都有 passion 啊，有可爱嘅意思喺里边嘅。咁呢两个都系南北嘅京都，即系最好啦，当然系最美丽嘅。皇帝拣佢做京都啊。即系呢，讲到我哋喺主心中系最美丽嘅，亦都可爱。咁有神能教好多意思啦，即系嗰度系神立佢名嘅居所啊，特别有神嘅同在。啊，当然阿爸冇咁蠢啦，佢系为佢自己，就为我哋啦。当然佢都为咗主嘅，因为佢将我赐俾主啦，所以苦情都要将我哋做得最好噶，因为为咗阿爸主就圣灵啦。最大的满足喜乐，就是狂喜和陶醉啦，最大享受呢而被做的。亦都是阿爸赐俾主的爱礼，一定是都是最好的和无比的。所以我有时每日看看阿爸怎样看你啊，主看你呢，我想他必定都有，特别是我们在阿爸赐俾他最宝贵最无比的爱礼来的。约翰十七章第二十四节，我们阿爸赐给主的人，就是这句话是讲出太多的东西。一定讲出我们是阿爸之宝，他一定将我最宝贵的赐给他爱子。一定是主他的至宝，一定是最满足主的。我们知道前面是一定包括你和我在他里面。咁我睇见嘅前面喜乐咧，佢就轻看羞辱，就忍受咗十二架嘅苦难。啊，嘅苦难几个字有几点啊？睇圣经啦，即系话原文咧，即系忍受咗十二架。十二架唔单包括苦难噶，仲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羞辱。但主都轻看晒呢一切，因为佢得咗前面嘅喜乐，所以喜乐一定好大啊！即系佢受咁大痛苦。我觉得主喺十二架上讲话。成了嘅时候咧，我直情佢受紧系全我宇宙一切痛苦嘅总和啦，仲厉害啊！但系同时咧，我觉得佢系成了嘅时候咧，我虽然都系一个咧冇法形容嘅喜乐咧，人嘅心情都可以话百感交集啊！主先再体会到佢最大痛苦，同时咧佢又成了，即系阿爸就佢就成了爱梦。神家爱慕都会成就，我觉得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快乐来的。中国有句话都是苦尽甘来，但主要受紧最大痛苦呢，他同时会说成了，都他最荣耀的爱的胜利，和使阿爸主来胜利的爱梦将成就。主要成了一句话都有包含的太犀利太多嘢。佢成就嘅嘢太厉害，佢爱性嘅太过荣耀，十二架荣耀太犀利啦，加圣灵啦，佢比较母亲更加嘅温柔啊，就体贴我哋。有冇系阿爸主圣灵啦，都系有啲超过妈妈温情噶。雅各书度讲到啦，即系我系圣灵独生嘅，就生养我哋嘅。所保爱的，我英文嗰个好欢喜啊！佢话系 the choice one，
我哋圣灵嘅 choice 特别咧就啊主喺时代拣选啦，托付咧我都觉得呢个翻译好好啊，可以话佢嘅特选嘅，同埋有啲译本叫特爱，系佢特别 choice 文，做得太宝贵啦！我系阿爸亲孩子，又系主佢啦，终极嘅挚爱，绝配永配，即系一切嘅最宝贵嘢，即系神都俾晒我哋，就圣灵独身啊！佢所保爱嘅，即系今阿爸已经系点啊？白白将佢自己就主就圣灵赐咗俾我哋。本来我先都有讲啊，一神既然爱惜佢个儿子，为我哋舍了，岂不将万物啊和他白白嘅赐俾我哋？根本就咁样，就爱就咁犀利嘅涌流啦，太劲啦真系！我相信神都系最快乐嘅，因为施俾受教人有福啦。佢有佢一份爱咧，涌流爱啦，太快乐噶。当然我得救嗰日咧，我今系人生第一次最快乐啦。但我觉得阿爸见到我咧，当晚都快乐到咁厉害啦。直情我一个人咧就系好怕丑，又唔会点唱歌噶，一喺街上都喺度唱歌啦，快乐到咧个人直情系可以都算叫狂喜噶。咁我就阿爸睇到我得救嗰晚啊，咁快乐啊，我谂佢都快乐好厉害啊，真系。何况阿爸嗰晚永远得着我呢个孩子啦，当晚我感觉咧成个同就包围我咁样，实际而家当我明白就根本系成个拥抱啦。只要师哥讲佢当晚都系乐透陶醉噶，就系真系年年亲嘴噶。算系师哥第一首咧，实际根本我都系结合咗咧《路加福音》十五章，同埋咧阿石哥得救嗰晚嘅嗰啲感受噶都系。我相信佢都系拥抱入佢嘅心底，即系我好宝贵以赛亚书咧，都系比较多讲呢方面啦。即系神佢好似妈妈咁安慰佢儿子咁样，又讲到咧，就算系古人点能够忘记个吃奶婴孩，佢即话有忘记噶，我却不忘记你。从妈妈对我爱咧。我都会更加体会神之后更厉害的爱我。大家都可以想回有时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你都可以体会到神他绝对不会爱少一点，只有更多。以赛书入46章就讲到有一节半圣经，好已经讲了四次，这样都是即是怀差啊、保抱啊。即是我觉得呢，即是神是好享受拥抱你同我噶，正如爸爸妈妈咧有啲啦，个仔瞓得觉咧，但系佢都可以享受紧抱住个仔都，我系做享受。但系我觉得神都更加太欢喜啦，我哋咧帮佢相拥抱，唔单止啦，我哋不知不觉嘅时候佢都系拥抱我哋啦，而我哋咧都系啦，好小朋友咧跳入妈妈嘅怀里边啦。所以雅各书都提咗唔止一次啦。佢左手喺我头下，佢右手将佢抱住。